安播普通话足球快讯。2023年1月13日，利辛杜，马天尼斯判赢曼市打比。曼联后卫利辛杜马天尼斯将在1月18日迎来自己25岁生日。他表示，能够迎来生日很好，但球队需要努力赢下打比战。利辛杜马天尼斯这样谈道：“是的，当然能够享受生日很好，但接下来这是一场打比战，你必须努力赢得比赛胜利。”关于阿根廷世界杯夺冠，利辛杜马天尼斯表示：“这是纯粹的快乐，我非常高兴。我真的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成为世界冠军的感觉，但这是疯狂的，我很享受每一秒钟，我真的非常开心。现在我回到了曼联，我会全力以赴。赛季中期进行世界杯很奇怪，但作为一名球员，你需要适应，因为这是你无法控制的。就像我说的，我们需要做好准备，向前推进，就是这样。”感谢你收听安播普通话足球快讯。感谢你的支持并订阅我们的频道。